金边端起三尺烟灯旁，每一心给金边端端的，迎接金姐装钱就把那金边端起扎你张本就，祖辰端起三尺烟灯旁。每一生给做成多多的，迎接渐渐装钱就把那做成多结扎你张本就，这边多结三结样的吧，每一生给做别多多的。渐渐装钱就把那设备都接着你账本就，甚至都接三接样的吧，每一生给甚至短短的，你接渐渐装钱就把那甚至都接着你账本就。上天多接三接样的吧，每一心给上天多多的，你接渐接中间就把那上天多接着你找伴就，接着多接三接样的吧，每一心给写了多多的，你接渐接中间就把那写了多接着你张文就，一点点的走在把面对面去把马林中间把人面动啊就把南街就三界才把美界摘细数，应该是有花了18万多啊，然后呢有60多万生命吧，应该是因为今天买的比较鱼啊这些都特别大啊，还有呢也是这个今天的这个放生活动是也是应该是2023年的应该是第一场就是啊放生活动，我来喊停啊，也是特别舒畅，祈祷啊船长上师加持，特别是在祈福就是所有的这个啊最近生病的人特别多，也是这个死亡的人也特别多，老人小孩等很多人呢生病，所以我们最近放的特别多，那今天的话也是我们特别的坚持呢，就是在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还是克服一切困难呢，就是咱们呢没有就是放弃，还是就是每一年的就是这个啊大放生呢还是按照这个时间呢就是进行呢，就是这次的这个活动啊，那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是已经有10多年了，就是全国各地呢就是啊坚持放生，我们已经放了有24个亿圆满了，然后呢现在是在25个亿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在啊供修当中呢，那我们全国各地也是一样的，今天呢就是在啊我们虽然是有很多佛教团体呢就是在放生呢啊，能够很多放生的数量也好，特别是前几年呢就放的人是特别多，那这几年呢就是越来越就是因为大家呢啊各种管制的事情太多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啊因为呢就是啊大家呢就是这个经济啊等时间等各种就是因为疫情的各种管控等很多很多的因素呢，所有的各种大型的这种善法的活动都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是特别是放上这样活动呢，就是我们这个
陈美福学会的这个道友这样子的坚持这么多年呢，就是相当的就是稀有的，所以今天在座的道友也是真的是这个特别的，也是从内心呢，就是我自己呢也是特别的欢喜，也特别的感谢大家呢，就是做这个事情呢，所以也是希望呢，就是我们呢继续坚持，因为我们大家想想呢，造一个恶业的话，就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完成的，但是呢，造福一个功德，做个好事，是相当有难度的。这是绝对是带给大家呢，就是健康、长寿、平安、积累福报，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面对生老病死，那这个时候呢，一定会就是这一辈子我们所做的善恶，决定了我们的最后的幸福，最后的我们的生命的归宿，最后的我们的真正的最困难的最需要的时候呢，一定是这个善恶这一辈子我做了多少善业，这一辈子做了多少恶业呢，一定会决定呢，就是我们的最后最重要的时候，也是除了就是做善法以外，没有什么这世上让我们更加有价值的更有意义的事情呢。所有的道友都知道这个堪布就是苏大吉啊，堪布慈中罗主啊，还有等等藏传佛教的所有高僧大德，汉传佛教的所有高僧大德，都是所有的开示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善法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放生这样子的善法呢，大家积极去做。为什么这样的呢？就是因为呢，其实是众生，特别是人杀生也太重了，就是因为每一天当中呢，在一个城市当中呢，杀多少的生命，大家想想嘛，这些菜市场批发市场的这些买这些这个物命，就是这些动物的这些宰杀的这些市场真的是没法看到这个数量跟这个惊人的数量跟这种悲惨，这种恐惧，这种这是对他们的这种折磨，对他们的这种伤害，其实是人呢，就是人类呢，就是这个巨大的对这个动物呢，就是特别大的有受这样子的痛苦当中呢，造这样子的恶业。这因为呢，其实我们自己也现在受了很多很多的过去没有的这些病啊、灾难呐、福报不够啊、身体不健康啊、环境不好啊，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大家的都在已经在发生。